萌萌哒的小猫咪来了，你们喜欢第几只呢？青铜。我们要把我小兔的事情说兔子。这个家，我是一分一秒都待不下去了。白银，不是你，为什么你这么拽啊？你真的以为是你自己厉害，把我拿捏住了？笨蛋。黄金，我喜欢这样跟着你。铂金，笨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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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爱你哦。钻石，我跟你讲，小猫咪不可以上床的。信仰，王者，我妈说做猫咪不能太可爱，会被屁股坐死的，所以你要夸我威猛。